好啊，就这个地方有点小，木兰泉只需要地方大。好，举两个手从天上，但是用腰带，手心向上，腰带到135度，两个手，手指对手，把腰拉开，上步，右手握拳，重心到前，含血轻捻，轻拍大腿，重心到前，腰带。手心，左手心向上，后坐，反过来，好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外，手心向下握拳，抬腿90度，好，从腋下翻出来，虎口向前，上步45度，好，重心移好了。手与肩同高，移重心，虎口对虎口，后退180度，手心向内。好，眼睛看好了，45度，上步，手心向下向外，再步135度，匀。那我这个地毯不滑，转的时候转不过。眼睛看后面，腰带手，左右右，然后左交叉手，蹲脚15度，下落45度，重心到前，啊，往后一点啊，重心到前，两个手再起拳打开，上步，左转腰。往后仰，右转腰，左手带过来，上步30度，翻重到墙，转腰，手收进来，上步，手指向上，移重心，推出去，交叉步，好，后腰，腰子翻身，好，我再过来一点，因为地方又不够，好，翻。左手心向内，重心到前，右下左上上步，蹬脚，转过来，摇上去，重心到前，右转腰收进来，手指向上，左转腰，左手收进来，右转腰抱球，下落，落花流水。眼睛看前左上方，我回过来一下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，好，